Hello guys, welcome to Tito Studio. 我是 Steboy， 今天要来玩一款 Minecraft 游戏，有一个叫气死的波波作者制作了这个午夜的车站，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游戏啊，但是我不会被吓到的，因为我就是，为什么就从这个方向看我的脸好像有点怪怪的？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哎呦。我在这种奇怪的小角度上 ，OK， 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厕所吗？一出生永久就在厕所里，是想干什么？嗯，上厕所，不错。看影片之前，大家都可以先去上个厕所，可以像我一样，泡在这温暖的水里。好，上个厕所。自动关门，蛋嘞！什么科技？哎，我怎么会自己关门？而且我才按 Shift， 哎。新科技，我再试一次，我再试一次，往后一点 ，shift 放开，没有啊，哟，没有啊，没有关门啊，哟，这个厕所是自动的，而且哎呀，我没事，好吧，别再闹了，我们应该赶快出去 ，OK，Hello，Hello， 喵喵的地的哟，我刚刚被自己的那个门吓到，哎呀，游戏作者跟剧情居然放在尿桶里。那金苹果也是，不对，这个好像本身在我包包里。好好好，我们来读一下游戏的规则：不可以破坏方块，请勿重复使用机关。OK， 写左着。剧情一：我是个上班族，下班要搭地铁回家时突然肚子痛，所以现在在这里上厕所。哦，我是个上班族啊，所以啊，男厕啊，嗯，那边是哪里？好，嗯，女厕啊。男厕啊，等一下，那边是男厕，这边是女厕，那中间是什么？洗手台吗？看一下，扫具间，好像有东西，好多箱子哦，我想打开它。I want to open it。那这里是洗手台是吗？嗯，完美的人工设计，让你完全看不到自己长怎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女厕。Hello girl。嗯，应该是不会藏在这种奇妙的地方吧？好。OK， 这边也是女厕。嗯嗯 ，OK， 什么声音 ？Why？ What？ What happened？ 嗯 ，Hello， 厕所，厕所，你喜欢我吗？厕所，嗯，好，厕所 ，OK， 男女厕都看过了，没有什么东西，那我们就往这边走。喂。Don't eat， 吓到我了。嗯，哎呦，这两个字看起来阴阴的，我现在有点怕厕所了，好恐怖、哦。询问处，哎呦，大门都关了，我该怎么出去呢？我现在走到哪里都吓一跳，我是怎样？太久没玩麦块的后果。哦，大门都关了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人被关在这里，所以我可以一个人在地铁里面玩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只是蝙蝠啦，怕什么？可是我总觉得我玩麦块有点紧张，这只是电池放置处，这只是麦块，没有什么。什么贼？天哪，我怎么那么搞笑 ？OK，nothing，OK。Okay, nothing, okay? 我只是太久没有玩麦块，虽然我现在就我房间里面就我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而已，不用紧张，真的不用太紧张。这只是麦块，我怎么这么紧张？天哪，我在干嘛？我只是太久没有玩麦块，我在乱叫。如果找到电池，说不定可以打开大门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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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去扫具间。我有点害怕，因为这边是厕所。咦，那哦哦啦，麦啦，你还有不敢踩那个压力板的啦？大型电池是西瓜。哦哦，原来这只是拿来开门的。天哪，我说实在的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碰麦块，各位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拿着一个大西瓜去充电了，搞什么鬼？来吧，西瓜，我喜欢。哦，哎 ，Hello， 哦，大门没开，所以我还是要往里面走，对吧 ？OK OK， 不要把气氛搞得那么恐怖嘛，这只是麦块。哦，地下街 ，OK， 地下街。天哪，我只是太久没有玩麦块，怎么紧张成这样子 ？Oh my god， 我看不到里面地下大门哦，地下大门在里面。哦，吓你了！
You! Why? What did you do? Wow! 完了我记得酒店我买过，我快怕死了。真的有那种紧张感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我已经太久没有玩Minecraft，真的。哦，拜托，哦，我看一下游戏规则，不好意思，让我看一下游戏规则。拜托，告诉我这个是需要平安，不，下面平安。我需要的是这个游戏模式应该是我看一下，没有写啦，作者我不知道啦。Oh my god！ 哦，OK，Nothing。Nothing， 没有东西，左右两边打不开。好，问，我以为这打不开啊，我真的以为他打不开啊，我都要乱叫，这集是怎样啊？就不是太就是哦，奇怪，为什么那么有气氛呢？是怎样？我看一下设定好了。哦，原来是画质啊，难怪我怎么觉得那么有气氛，而且亮出来昏暗，要亮亮才对啊。我不怕了，原来是因为气氛导致我吓得半死啊！这实在是太丢脸了。为什么会有个洞啊？这个洞看起来很诡异啊，于是好像什么东西会掉下来一样。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现在没办法放大。什么？往中央公园。OK， 好，往中央公园。铁路坍塌，有维修中。OK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永远被困在这里，等到明天早上有人开门来。哎呦，有人。哦，原来只是啊，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没什么好紧张的啊，就只是麦块啊。可是我现在有个梯子，我要做什么？而且它金苹果是怎样？是感觉好像是在跟怪物打架，但应该是没有那么可怕吧？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有，那边有，我这梯子应该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对吧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往这边出发吧。没路，有球形监视器。哦，它是监视器，所以我拿到一个监视器，我要做什么？那边好像有东西，我们走过去看看。哦，我的梯子，个人专属梯梯，进不去的骗人的那一幅画，吓死我了！那麦块是怎样？越做越逼真。哦，这里是下面写了一行字，从往这边看不清楚，把镜子丢下去看看。镜子 ，what？镜子，我那哦，好恐怖哦！我没有镜子啊！不，那里血，有人问我血哦，好恐怖的血，只是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讲了，我觉得好恐怖、哦。为什么这边有个洞啊？我真的很怕它突然从上面掉下来耶，再仔细在这里找找看好了，可能会有隐藏的箱子之类的、啊。左右两边都是书，那这边是木质。我在这些箱子里头没有找到那个，没有找到任何的箱子，所以应该是不会在这里。我在猜，没办法，只能从里面找出口，因为我一直没有踩到这个、哦。滚！好恐怖的东西哦。好，那我要仔细找一下镜子这个道具。OK， 都没有，电池已经塞进去了。好，那么我还有哪里没有去过？厕所，我要去厕所里面找镜子，会不会太难？好像不会很难啊，应该在这附近而已。我可能需要眼睛睁大，仔细找一下才找到镜子。好，厕所应该会有镜子，不可能没有镜子。好，确认过了，镜子通常应该是在女厕，我在猜啦。哦，都没有，这次厕所做的还真干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哦，谁？没有东西啊。这只是打扫的仓库，可是为什么里面没有放扫把、啊？好黑哦，什么都没有。男厕不可能放镜子吧？对啊。而且男厕就一间欸，好孤独哦。好吧，我们都已经找过了，没有任何镜子这项道具。那么哪边有镜子啊？里面吗？我可以用这里够到那个东西吗？
欸，我可以碰到那个框框欸。可是，哎呦，什么声音？我听到门开的声音。威尔，不要吓我，你吓我，我也会吓你哦。箱子里面没有东西，左右两边都是方块。水，欸，什么？D what OK 好，那是 D。 这个空洞真的没有什么关联性吗？往中央公园。好，我有点卡关了，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会卡关耶。还是这个箱子的下面还有一个箱子？没有 D。 我看到一个中文上面写着 D 的字。哎呦，总觉得怪物越多哎，好可怕哦！哎，放错边，好多怪物哦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好，哎，放错了，把镜子丢下去看看。镜子是指球形监视器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找不到镜子，那我可以把这个球形监视器给丢下去吗？镜子哦，我看不到。球形监视器，这该不会是什么成就宝藏之类的吧？我们再搜寻一下好，如果真的没有，我们就丢这个吧。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反正好像有点卡关了，有点卡关就GG。这洞到底要干嘛呢？哦，我觉得我已经太久没有玩 Minecraft， 我整个从头一直吓到我自己，加吓到现在。哎，而且我们忘了要记得要，什么声音？要记得要钻这些画，因为它可能会藏东西在里面。箱子的下面。这边的箱子的下面的里面也没有藏东西。OK， 我确认过。All right， OK， nobody， any momo， let's go。我们就来把球形监视器给丢下去。这是一个，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？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这边会放箱子啊。因为这个打开之后应该会连接到某种机关，要不然就是作者其实只是放好看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球形监视器给丢下去咯，因为我们唯一的道具目前就只有它，类似镜子的道具。哦，收过储物间了吗？储物间，为什么要问我？这里吗？储物间是指哪里啊？那间就是储物间了吧？对啊。哎，等等，他所有储物间是指厕所那个吗？可是它叫扫具间。Oh my god！ 储物间在哪里？好多怪物的声音哦！天哪，我快受不了了。真的是会客厅吗？储物间哦，在这里啦。询问处钥匙啊！哦，我可以打开它了吗？没有东西。哎，不对吧？里面有怪物欸，还是我应该调和平模式？我应该是游戏应该是和平模式吧，对吧？不，我这游戏是和平模式吧？这个游戏应该不会突然要你打怪吧 ？OK， 好，像我们现在人在这里，好。
那么给我进去。这个门做的设计其实还蛮好，还蛮可爱的，因为这个就像是个那个，就是那种逛街的时候，他们要关门嘛，就用铁门这种方式把它关起来，然后你就看不到里面。然后可是这个门设计就很好，所以看着就是可以过，然后你偏要过不去，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唐老鸭的手去被手铐扣着，你却跟去，可是唐老鸭去跟你讲说我被抓的那种感觉。管线维修通车，这怎么看起来阴阴的 ？Not， 看一下，实在不想上去，看起来很脏，但是没有别的办法。好。哦，万能 TT， 哦，开着。我们确定没有错过东西吧？这是大门吗 ？OK， 好，走，我们快上去。少一个。OK，Hello，、OK, 哟，为什么要插红石火把？我会怕、欸。为什么还要分？这是哪里？天哪，我不敢下去，我觉得那边会迷路。另外再找地方。喂，啊，蜘蛛网。这又是哪里？我总觉得好像每个洞都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先选一个洞下去好了，就这里了。啊！哎，谁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里是各个地下街逛街的卖场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小偷。不，我们不是小偷。勇者虽然都会跟 NPC 拿一些有的没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是勇者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拿到这什么门？这什么钥匙？地下街大门钥匙。我们还要再那个吗？还要再另外找洞钻吗？我们再钻一次看看好了。可能那个我们只是刚好碰巧遇到有钥匙的有钥匙的地方，可能其他地方不一定有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贴着。询问处钥匙，为什么又给了我一次询问处钥匙？好，我现在有了梯子跟询问处钥匙，还有个地下街大门钥匙。地下街大门钥匙，可是我记得地下街大门钥匙，奇怪，为什么要给我啊？我只是有点好奇。这是地下街大门，所以我现在拿到地下街大门钥匙，所以我要过去。这是这个吧？出花。哦，怎么回事 ？Hello， 这里是哪里 ？Open， 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知道，我有知道，哎呦，我走出来了，外面还蛮漂亮的，我喜欢这里 ，I like。哎，这是询问处吧？哦，电流开关，我现在拿到，哎，糟糕，坐着，糟糕，书乱在一起了。启动电流闸，电量很大，可能会造成暂时性断电。好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负责，外面就是中央公园了，得想办法出去。可是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去两个地方，这些其他房间会不会藏一些其他东西？所以我打算再来转转看。嘿，我前面那边去过了嘛，换这边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蜘蛛网？下面是可以下去的吗？哦，这里可以下去，不对，这好像来过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对，这边来过了，不是这里。那有四间，我们现在去过两间，还有这一边吗？左右两边，哎呦，是这里吗？等下我要迷路了。这里，什么声音？哦，你在干嘛？这边还没。哎呦，怎么是蝙蝠啊？这边是在卖蝙蝠吗？天啊，有吗？有那个吗？书柜啊，有一个剧情二。找到剧情二跟一把金剑，所以我们得要去过每个那个东西。电流闸通常设置在轨道旁。这本书有够无聊，还是赶快找出路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谢谢你给我线索，这样我才可以出去。而且没有个，这边有个哦，好，还有一间。等一下，我有点路痴了。嘿，还有一间没有灯没有亮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没错的话是。我可以从这里直接开箱子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这边都亮了，还有一个没有亮，我要去那个没有亮的最后一个，看一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鬼东西。走，我们现在是穿梭时空的勇者，拿着史莱姆球变身，代替月亮惩罚你的勇。哦，这边好多蜘蛛网，可能会有秘密哦。
奇怪，这是要考验人的耐性吗？好黏哦。其实我这边搞，我也有点被搞到迷路了。是下面吗 ？No， 我们来过了。糟糕，这个没有电灯，其实我也真的很难看得出来到底有没有来过这里。我想，我们再钻一次看看。这次要钻的距离偏向最后面那里，所以我大概要搞清楚方向。嘿，大概是往这边走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一直往这边直走，就是往这边直走。我如果，哎呦，不是这里，我如果还记得路的话，嘿，到底右转，嘿，这里，希望对，拜托 ，yes， 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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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对了，走对了，没有东西，哦，熔炉里面应该会藏东西呀哈，电流闸开，呱呱呱呱呱，两把。好像拿到宠物的哦，金苹果，我很有耐心，我超棒的。走，我们来去用，不要跟我说你飞不出来，不然我打你。那真的飞不出来，天哪！麦块的格局的那个格数设定的很好，虽然是看起来它缝隙很大的蝙蝠，却跟你讲说我飞不出来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拿到电流闸开关，还有知道电流闸的地方，我在猜是不是放在这个金色的那个上面，我在猜啦，我在猜，我真的在猜。往市政府再往都往什么什么往大都Oh no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去找电流闸开关。不对啊，不是这里，电流闸开关在哪里啊？电流闸开关是那个吗？好像不太像啊，好黑哦，我被黑暗给侵蚀。贴着啊，好，我们找一下电流闸开关的放置处。电流闸开关，我真的觉得是那个金色的那个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我们放放看嘛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放了一个，然后再放第二个。哦，好像部分断电了，赶快出去！呜呼呜呼，我就知道，天哪，我这是天才小头脑。断电，断电，断电了。好。那大门还是关着的啊，这是什么废弃储物室，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吗？有没有给个奖品之类的啊？有了剧情三，看一下，不行，要恢复电力才行，不然出不去啊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废水清导区，所以里面都是那个喷吗？好脏啊。这个是快坏掉的 Jambat。 OK， 他说要恢复电力才可以出去，那我该怎么做？往这边走吗？要怎么样我才能够恢复电力？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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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断电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恢复电力，可是我却不知道要该怎么恢复电力。哟，吓到我，我有那种东西。要恢复电力，要恢复电力，恢复电力，恢复电力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电力啊？他说电那个什么电力闸，他有机会断电，才怪，我要靠自己完成，这样才有成就感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等一下奇妙的地方，就是我现在卡关下出去，然后没人告诉我这个水可以那个啊，耶！所以我从恶心的水里面出来了，在我也不知道，我有恢复电力吗？没有吧，好恶哦！虽然测试了很久，但是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来过来。我在想什么？想太多了，想的太多，太容易被水果冲走。拜托你把我拖上去，我不要一个人在那里。等一下，再往这边走吗？好暗哦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黑麻麻的。我亮度是调昏暗吗？不对啊，我们就用超亮啊。往上面走吧，这个看起来就方块不一样，一定是往这边走啊。Yo， Hello， 啊，我出离啦！
释放原力之美，我是小白，我出来啦，好棒啊！哈哈哈，你关不住我了，哈哈哈哈。嗯，怎么回事？终于出来了，要赶快回家洗个澡，不用洗了啊！大雨淋在我身上，这是爽朗男人会做的事情。我来看一下我们收集到什么啊，把这个丢了哎、欸！怎么样？我看一下，什么收集什么？收集4颗金苹果，我8颗，这个我也有，我只把它丢了，这个也算啊，我啊固执啊小屁孩，好这个也有，好这个可是我们没有拿到音乐，我们没有拿到这个，好，其实我还蛮好奇，如果哎呦吓到，原来14个通讯，好看一下，作者 Cheeseburger。感谢你的制作，感谢你的游玩，有任何意见或新的请在发下文回应。完成了，其实这个地图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居然搞的气氛好像很浓很恐怖似的，其实这游戏其实不会很恐怖，我每次不知道我要乱叫一些有的没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乱叫哎、欸、哎呦这是怎样，那是做一半的地狱本吗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，感谢作者 Cheeseburger 制作的地图，有点吓死我，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很可怕，我是在紧张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好，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